给你。哇，谢谢。哇，好大一个草莓啊。嗯，干嘛啦？一盒草莓100元，谢谢惠顾。这是天价草莓吗？哇，100元是这一颗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欢迎来到巨型草莓做泥大 PK。你们有没有见过正方形的草莓？导演送了我们一颗巨型草莓，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宝贝呢？总之，拭目以待，看谁做出来的泥更仙气。输的人要给草莓扣子，还要种草莓。那咱们赶紧挖出来看一下吧。石头剪刀布啊！石头剪刀布，哦耶！调大你的音量，准备开挖啦！原来有个草莓盖子，打开。哇！哇，还有一层哦。哇，好期待里面是藏着什么？啥都看不见。哎呀，随机摸一个吧。摸到什么了？好像好多东西哦。会不会夹手的？哇！打开看一下，喂，哦，有一张纸条，还藏着纸条呢。啊，草莓刷牙有惊喜，一来就要洗刷刷洗刷刷刷，酸甜的味道，先吃一口再刷牙。听说用草莓刷牙可以美白牙齿哦，不要浪费，一口吃掉。真的回味无穷，我的宝贝呢？怎么是空的杯子？一个透明的杯子给我干嘛？我也好紧张。哇，怎么这么多东西在里面？哎，我要好好的选一个才行。哇，好漂亮的一个小包。哇，怎么你抽到这么仙气呢？哇哇哇哇哇哇，原来里面全是泡沫球。哇，这个小包包好可爱哟、哦、你看可以背出去逛街。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小包包？这么可爱的草莓小包包，装满了红色的泡沫球。第二轮，这回会拿到什么东东呢？我觉得又是粉粉嫩嫩的。来吧，充满着少女心。一摸摸到，诶，这个什么？哦，哇哇，口红，满满的少女心。打开来看一下。哇，又是纸条。哎呀，猜表情耶。花拉手手吗？拉机器人桶，垃圾桶，垃圾桶，难道是草莓垃圾桶？哦，哇，好仙气的垃圾桶哎，怎么那么可爱呀、啊？这么漂亮，拿来装垃圾有点舍不得。有什么里面？哇塞，有个白色的起泡胶，起泡胶白白的，感觉很舒服的样子。拉伸几下，好柔软哦。现在来起泡喽。哇，有4到5倍了，变成棉花一样软软乎乎。是我力量，我想要一个好样的。哇，怎么一摸下去，这个好大啊。哇，超大的神秘蛋。嗨，哦，有张纸条。哇，红彤彤的帽子。哎呀，这是一个草莓帽子，不过好可爱哦。看一下我的任务是什么。戴草莓帽子吃草莓有惊喜，我要变成一颗草莓咯。我可爱吗？喜乐贝雷苹果糖。冬天是吃草莓的季节，你们喜欢吃草莓吗？满满一口都是幸福的感觉。草莓一定要洗干净再吃哦。哇，
这一款是草莓波波橙泥。草莓波波橙无敌美貌，我都不舍得拆开了。原来这是双拼色，里面藏着很多水果软糖，仙气无比。拉伸起来噼里啪啦的，还有一股的花香味，混合后就变成西柚色了。这大炮声巨好听，去混泥喽！最后一轮，来随机摸一个吧。哇，搓搓了，看我一指神功！哈哈哈哈哈！里面都是草莓的配件哦，哇，都是一些装饰物，还有糖果粒，还有一颗小草莓，把你放到杯子里喽。毛毛球来喽，撒上仿真糖果。加颗小草莓，再来点草莓酱，完美！我不客气喽，这么美我都舍不得吃，太好玩了！最后一个宝贝就归我了，只有一个。噔噔噔噔，草莓生抗球，来不及呀，时间！哈，都快烂掉了，小星星，是不是你们给我点赞的小星星？喂，真的好多小星星哦，还没点赞的别忘了，每一颗小星星都是满满的爱。被我改造后的草莓波波橙依然还是这么好看，送个大红星星给你们，快点来给我点赞呢。我们两个的泥都好仙气哦，你们更喜欢谁的泥呢？我的扣一，我的扣二，喵。